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带来一份新的工作，是事务管理相关的工作。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江东区，然后工资给予呢是25万，工作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。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过来参加我们的工作说明会。然后说明会的时间呢是每天的上午12点，然后下午15点开始面试，当天可以预约自己感兴趣的会社进行面试。